超市到了，司机告诉我这个就是应该是这个城里面最大的超市吧，应该是。那待会我就进去逛一逛，买一点东西。This one. Four. Okay.就跟我们中国的一个县城的一个超市一样，比较简单，价格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就没法比了，我就随便看一下。这个是美国有的牌子，吃的吧，买点吃的就可以。啤酒，这是多少？我是两个价钱。啊，一瓶，这是一瓶子的意思。不知道怎么算，大概十多美金。跟美国差不多，要这样就是了。生鲜，这个肉饼，做汉堡的，腊肠片，猪扒。140下来20美金，90多美金，10多美金，10几美金，都有。这个，这是饭，大概10美金，两只鸡，当地的鸡，是300多。哇，烧得这么黑，那就买点薯片，然后买两瓶啤酒吧，其他我也不需要，用不上。哪种薯条好？薯片的品种不多嘛，这些是大包的，没有小包的。300多，这么多。哇，300多那很贵啊，300多，哦，七块多，北京是我家美国那种大厂的那个套的，这个什么都有，反正是200美金。最后呢，我就买了两瓶刚才那个 Corona 啤酒，是1.5块一瓶，那就是3块，然后再买了一整袋那个薯片的套装，就很多小包的，一共3.55块，那个是直接换算过来的，但它这个其实有一些其他的费啊、税啊，包括汇率也不一样，最终我付的是10块美金多一点，还不到11美金。还有刚才在超市的时候，不是要把我的那个背包寄存在那嘛，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居然忘了去拿，然后司机说 What's your bag? 哇，幸亏他提醒我，然后要不然我肯定回到酒店才会发现，然后我就又回去拿。这司机还是挺好的。回到酒店了，酒店这边的绿化真的是太好了，我太喜欢了。然后昨天晚上来的时候，进门的时候发现这个是很多那个掉下来的植物嘛，当时没有拍到，现在也看到了，你看，像一个山洞一样，非常漂亮，这就是热带的感觉，我喜欢。回来了，回来酒店了。大堂里的这幅画，那个前台跟我们讲，这个就是酒店的私人海滩上面的那个一个餐厅。到时候我拍完的话，最后一天我可能会去看一下。
今天来试装，来试装和刚从剧组回来，回来的路上先去超市买了点东西。本来想买那个防晒霜，想买个小支的，这样的话到时候也能带上飞机，结果没有，还是跟我带的那个是一样的，我的不是在机场扔掉了吗？没收了然后就没怎么买，就买了一大袋薯条，很多小包，然后再买了两瓶啤酒，一共是500多当地的钱，然后折成美金的话是10.97美金，哎，差不多吧，比美国还稍微贵一点点感觉。来，等，这是剧组给我的一个见面礼，就是我 Welcome Kit， 这里有写，有我的名字，有producer 的名字，欢迎我到来，欢迎我加入这个剧组。然后里面是什么呢？我看一下。